人最美的红色走不用了。哎呀，锤锤，看你今天这西装搭得不错呀，挺好看的呀。啊，特别是这领带，你看点睛之笔，不错呀，持续输出啊，继续保持。哎呦，谢谢严总。严总好。哎呀，沈晴，你看你这唇彩怎么这么好看啊？新买的吧？这可是我刚推买斩男色，太有眼光了。太适合你了。是吗？继续斩男。好的啊。将军。严总早。气色不错呀，昨天晚上一定睡得不错吧？谢严总关心，睡得非常好。今天晚上要睡得好。嗯。今天监视连空气都这么清新，完美的一天呀！哎，老大，科朗提交的新材料需要您签个字。好呀。还有个事，你知道欣欣回来了，我想请个假，多陪她几天。好事儿啊，多陪陪她啊。老大，我请的是年假。那要不然你请年假，待会儿去提交请假申请就好。去吧。让你玩开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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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妈呀，这还是元帅吗？莫不是哎，千年老铁是不是开花了？我就说嘛，啊，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天了，他不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吧？臭小子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全是你自己猜的。老大，我这回算不算是神助攻？这人情你得还我啊！苏畅，这年假还想不想休了？701那房子住的还舒服吗？嗯。星星的电话我可是有的哦。老大，老大，别忘了一会儿还有个例会。知道了，我走了啊。噔噔哒噔噔噔哒哒哒哒噔噔。